交朋友的两种方式，真心交。我好喜欢看小雪茄的雪柜冷笑话，你的笑话是什么我都记得了，那你说吧，你说来听听。啱了啱了，假交会不会好黑好寂寞啊？会啊，我陪下你啊。你说我也正这样，我自己走出来好不好？ OK OK OK。安信兄弟为你呈现交战 S2， 星期日晚10:30 ，Feel TV。